他不肯说是谁跟他动的手，那我自己查。甭管是谁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杨太岁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决心。现在，说说那个人是谁吧。 王先知那晚出现在京城，武帝城的王先知，我一直不愿意说，我就觉得这事儿蹊跷。王妃的剑术是通神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是王先知的对手啊！能跟王先知交上手的。 也就三四人。如果那晚王先知真的出手，王妃恐怕离不开京城。还有一件，我才得到的消息，世子刚决定要去武帝城，我这边就知道了，王先知那晚出现了，这未免太巧了吧。